Hello， 你要吃香肠吗？李医生来了，我是问他的，他现在把他赶走，奇怪。车上的去吗？哇，哪里过来？这个太陡了吧！这担心我的车子上得去吗？加油，老爷车，加油！今天上来要小心。我这个路真的降落了，路没开好就真的降落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任车，我是牛妈 QQ， 牛爸在这边，我们。来到南投，这边是山里面的兰卡，真的在山里面。要不要看一下它多山里面？真的，我们刚刚就是那个一条小小小径这样子开下来，然后你看四周环山啊，这附近没有其他帐，就是只有我们。我们晚上就会在这边烤肉跟煮火锅，看人也太悠闲了吧！已经坐下来了，躺下来了，空真是不美丽。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帐篷，那边有一个独立的卫浴，等一下再介绍给大家看。哇，里面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这个帐还蛮挑高的，不会有像帐篷的那种压迫感。大家看一下整个环境，进来这边有一个小鞋柜、衣架，简简单单的。我是一个吹风机，然后进来之后就有两张双人床，然后那边有冷气。这边进来，就是地上就是直接那个板木地板，然后架在，就是像蒙古包的概念。对，以往我们住的帐，可能这第一个最挑高的，上次那个透明的那一个好像都还没有这么高。好，最美的就是这一面，你看整个面山。今天下雨。你看里面还蛮舒适的，虽然下着雨，但是它这个还算蛮清楚的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然后这边有个窗帘，晚上可以拉起来，进来一个香香的味道，没有塑胶的怪味。这里面很可爱，有这个可爱的灯，可爱的灯饰，还有这个植栽，这个应该是假的啦，还是真的？好像是真的哦。在这边还这边？这边吧，靠门我才上厕所比较方便。现在要去参观我们今天晚上的厕所，我这边往前走，独立卫浴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卫浴，一个马桶，一个洗脸台。这里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莲蓬头。他说，因为水压关系要用小盆子装水，因为毕竟在山上嘛，然后就会有天然的一些蚂蚁这些的，正常的蚂蚁陪你洗澡。我今天不洗了。哎，你今天不洗了，变脏哎，肮脏宣言。然后后面是这样子。我昨天才去看了侏罗纪，这个以后很像侏罗纪一样在山里面，各种大自然的声音。好了，这边就是好山好水，好无聊啊，就是一个放空的地方。好无聊吗？就是没有东西啊，你就是看山看水听雨声。出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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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！哎呦，好风！处理虎头蜂，我们两个都不敢进去。走进里面去了，怎么这么危险？吃个火锅烤肉压压惊，这边就是要自己煮，所以我们今天有带那个晚餐的材料，等一下再介绍给大家看。里面有个小冰箱，如果你要冰，这边也可以冰。然后电风扇。我们刚因为一直下雨，所以我们刚刚在帐篷里面休息。然后现在晚上了，可以出来准备晚餐了。是，然后我们有带菜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烤肉跟一个火锅，介绍一下食材。南钻龙斑蔬菜的部分，豆皮、豆腐、酵母猪的香肠。和牛雪花火锅肉一样多，这个是腐皮、鸡蛋、鹌鹑蛋、红猪肉可以烤的雪花牛，这是海底捞的番茄锅底，我还有带这个荞麦面可以来吃。很暖舒服吧？这几次露营都是这种天气。看那香菇也太可爱了，真的。
觉得还是自己准备比较丰富。现在其实我们都在运动健身，吃的都清淡。自己准备的都是自己养。现在我们吃的淀粉也只有像荞麦。对，因为刚健身嘛，不需要的。我们也有准备了生菜沙拉，但是没有酱，我可以加一些cheese丁。我们的生菜就这样而已。那个是拿来包肉的。啊，这是来包肉的。改锅。真的是饿到在吃泡菜。好饿。拿烤肉的肉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滴滴流出来的。应该滚了哟。对呀，很那个。超级滚的。所以妞妞觉得味道够吗？完全没味道，完全没味道。好，那我们再加一包下去。我觉得我有买两包。嗯。我们带我们自己的调味包，这等一下烤肉也可以拿来用。嗯。现在最爱的豆皮，我们豆皮有两种，干豆皮与湿豆皮。这肉片是和牛肉。花椰菜熟了。这边还有小鸟蛋，这是和牛的部分，这是豆皮，这个超大的香菇。好吃吗？这是哪一招？荞麦面要来下，哇，好酥呀！加下去，哇！在日本，荞麦煮的汤汁是可以当汤喝的。没有带够碗，用杯子来装。这个荞麦还不错吃，嗯嗯，番茄荞麦 Q 度刚好，比泡面健康多了。荞麦是好的淀粉。荞麦的蛋白质比较高，然后热量低。我们火锅吃的差不多，现在要来烤肉喽。其实这个就是它的盖子，翻过来就变成一个烤肉盘，超方便的。肥美，好吃，整个爽费行程又来了。哎，要掉下去了，要掉下去了，要掉下去了。你是很喜欢这个吊床？你看露营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事做，自己要找事做就对了。翻个三圈有这样。今天是有打出火花了，真的假的？还要吹？野外求生来了。有那个味道？有味道哦。好像没有，是烤肉的味道。香肠也挺好的，有狗狗来了，闻到香肠的香味。我每次都是边烤一边洗锅子，就是先这样，这个焦掉的油才能处理掉。那这是红烧的。好吃吗？烫烫烫！你干嘛？香肠赶虫吧，这样虫子会过来吧？再把它变冷。哎呦，好享受哦，躺在那边。好享受哦！好享受哦，虫虫要跟你一起吃东西哦。其实我觉得这边虫已经算很少，而且上次那个比较可怕。而且他们说这边是没有小黑蚊的。香肠好吃吗？嗯，很好。哦。你要吃香肠吗？鼻子他来了，你是问他的吗？他现在要把它赶走，奇怪耶。我们带东西还蛮够的，现在剩最后一个鱼，基本上我们其实都已经饱了，想说先煎熟了，晚点要吃就直接吃。等一下这个洗锅子。啊，等等，我有那个比较好用的东西，等我一下，我还有给吸可以用。哒哒哒哒，超酷的吧？那你我还是要用夹子，那你要你锅铲干嘛？那你只是想要秀你有锅铲哦。我的装备很齐全吗？煮没两下，装备很齐全。给你看一个东西。哎呀哦，我可以养吗？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这个大瓜牛。哇。
是听说很多细菌，所以你用看就好了。我们吃完了，牛爸在整理，那我们去那个贩卖部看一看。刚好我们也需要买水，我们去买一些。前面一片漆黑，还好我有带这个打光的灯，充当手电筒，很好，超亮的。你看地上有很多非洲打光，你不要小心不要踩扁了。这边没有光害哦，可以看到星星。这里树好多，看不到星星。没关系，那边有一个非洲打光，真的好大光，对，真的很大。对，这里也有一只，这里没有在卖东西，我不知道哎，但这边亮亮的，被收了吗？这里就是小卖铺，但是已经没有人了。它不是小卖铺吧？还是要走到更上面。大瓜牛探险，看到我们的帐篷回来了，没有人了，应该已经结束了。没有人没关系啊，它有卖商品。没有东西耶。在山里面，今天天气不好，所以看不到星星。现在在陪妞妞吃宵夜，她现在吃第二轮了。因为我今天早上有健身，然后现在蛮懒想睡觉，所以你可以吃快一点嘛。明天早上呢，应该就是因为没有早餐，我们也没有准备要煮早餐，所以可能就是睡起来之后，我再分享一下睡得好不好。因为我们明天还要去另外一个露营区，所以就不会去其他行程，应该是不会。明天见，拜拜。起床了，妞妞还在睡，我们要叫她起来，然后我们就要收一收东西。妞妞还在睡。对，啊，你觉得昨天晚上这个地方睡起来怎么样？床可以，但是枕头太硬。枕头太硬嘛。然后昨天我们洗澡之后，我觉得水真的是会有忽冷忽热的现象。不然柠檬乳当然是可以洗的。那我们这一碗好像是5400，然后不包含吃的。不过它5400，它要是来这里住的话，所有备品你都要自己准备，它没有提供任何的备品。我觉得它冷气还蛮凉的啦。应该是说看天气，像现在已经快要中午，冷气就要开始有点热，没办法，因为中午在山上晒太阳的话会比较热。但是冷气如果再加上电风扇的话是够的。它其实外面是一层塑胶防水的，那里面这层布是隔热的，所以它是会比较保暖。不过就是上来的时候，路开车要比较小心。对对对，路真的非常的小。其实这边我觉得就是它每个站隔得蛮远的，也蛮有隐私的，也不错啦。然后明天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我们朋友再见见，拜拜。妞妞赶快起来哟。怎么回事啊？越赶越多。